三合体的机甲就可以这么大的个头，这事儿也只有卡宝车神可以干出来了。时空守护都更新快一半了，同款的玩具终于是拿到手了。特意挑了这个个头最大号的运载巨人，光包装盒就足足有半米高。重载机车三巨人，音速炮弹、运载力士、酷冷工匠，合体三种不同战斗模式：运载模式、载架模式、合体模式。看包装，居然还附送了专属的召唤魔镜。我的卡宝手表终于能再次派上用场了。包装盒塞得满满当当的，后挂的运载斗竟然还是单独的。看着个头一点都不输机甲巨人，也是，毕竟是可以同时运载两架载具的形态，这个就有点没看明白了。侧边有轮子，还给了一对儿，难不成机甲车神也需要辅助轮？武器就是常规配置了，看宣传 PV， 貌似技能全靠这把巨剑。不好，该你的主人登场了，解除封印。左臂蓝色骷髅工匠，右臂黄色音速炮弹，骨架红色运载力士。别看我们结构复杂，可动可是丝毫无打折扣。看，谁说变形玩具不能摆造型了？这 pose 根本完全不说 SHF， 包装里还有最重要的召唤魔镜，拿出我的手表替换上。哇哇，原来运载巨人的台词是这个。可三种音效都没有技能名，算了，还是等动画上线了看原版的岂不更香。我天，这东西还真的是辅助轮啊，看说明书果然是装脚上的，这下应该是机甲形态的全武装了吧。更加期待动画里登场的瞬间了，解体运载模式，运载历史完成。经典的红黄蓝配色，看着身材魁梧，跑起来却非常丝滑。打开后舱盖，装载其他两位机甲，酷冷工匠，音速炮弹。除了车头造型，车身结构一模一样。上载具，卡宝车身出发救援，到达指定战场，解锁载架模式。不好，导弹小队又在破坏城市了。拿出能量魔晶，按动手表，闪现吧！